过来了，在洞里面。对，快过来了，快拍照。是什么动物？根据蜥蜴。是这样。出去了，是的。你看很像。蛙叫。爸爸也是。那我在想。里面还有什么？很久。我看到了。哪里啊？那个下面有一只啊。猴子顶架。对，那个那个下面还有一只。我最怕了。那个是母狮子，那个是雄狮子。它是蓝色的。我看到有啊，这只叫对不对？这没有毛哦。不见了。白狗还是蓝色？应该是母狮子啊，色彩来见的。泰哥，怎么那边都是泰哥？没有吗？这是蚂蚁，他的脸都绿。